那是木瓜吗？那个？对啊。辣的。好像乌龟哦，好大一个哦！有没有觉得很像乌龟，很大只？真的耶！它的形状，等一下哦，一小段小段，对啊，那个石头真的很大，好好哦，嗯。因为刚好被我挡，刚好我就说，哎，借过一下，因为挡在门口嘛，他那么怕。哎，我要讲一下，美国的天空步道，我走台湾的天空步道。高跟鞋的不能踩。好。快点、啊！哇，这里的瀑布也很大。还是会怕、欸。我脚有点软了。真的有点软啊，不用，这里的瀑布好大啊、哦！小心，好软啊、哦！老公，你不要走到后面，你赶紧走前面，而且要轻轻走，不要。这边风景真的很漂亮。
你怎么还在那边？过来啊！你来这边看，这边好漂亮。不会啊，有没有很漂亮？这边这边叫天空神桥。我们刚刚是走了天空步道，真的好窄哦！来，我帮你拍一张，靠这边。好，走。看我这边，这有点像那个我们看日本片，它不是鬼片吗？晚上带他到中间的时候，那个人不见了，有没有？其实到中间蛮晃的呀。那我再帮你拍一张。那你帮我拍一张。今天都来挑战自己，好恐怖。那好，这掉了就捡不到了。没关系啊，反过来了，等一下好。哦，是哦，横的也一张，横的。背挺起来。恐怖，你说，赶快走。好了，那你轻轻走。等一下哦。我一直在调暖的状态。我拍下面，其实是蛮高的。走，大步快走，现在10:30。不要摸旁边哦，因为旁边有蜘蛛丝，你们看到。停，我帮你拍另外一面，我先过。好，走。我现在发现你上面那个是什么符号？你在那个
巴黎世家那个鞋子上面竟然有你穿的鞋号。我穿的鞋号就是比方说你